因为猫其实比狗要相对独立一些，就是它不是24小时都要黏着主人。你愿意跟它互动的时候呢，它就会跟你互动，但是它不愿意跟你互动，或者你不想跟它互动的时候，彼此又可以相对独立的各干各的事儿。因为猫其实比狗要相对独立一些，就是它不是24小时都要黏着主人。你愿意跟它互动的时候呢，它就会跟你互动，但是它不愿意跟你互动，或者你不想跟它互动的时候，彼此又可以相对独立的各干各的事儿。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句话吧。彼此又可以相对独立的各干各的事儿。彼此又可以相对独立的各干各的事儿。One another can also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each do one's own thing. 李密上节课说的是，就是你愿意跟他互动的时候呢，他就会来跟你互动。但是他不愿意跟你互动，或者你不想跟他互动的时候。 You can have it both this way. That's when you are willing to interact with it, it will come and interact with you. But if isn't willing to interact with you, or when you don't want to interact with it, 然后呢？彼此又可以相对独立的各干各的事儿。 One another can also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each do one's own thing.